在侧面，你们灯光一定要稍微暗一点，然后打灯的那种感觉，地灯一定要亮起来，像一个舞台剧那种感觉。没有问题。对，这个灯我觉得可以亮起来。我们设计一下，那个射灯可以。三个人比较空，没有道具，真的是好光的。对，就侧面如果白的话，就感觉你当侧目打，舞台特别空，或者是突然停止的时候，后面只要后面的那个射灯往射他们三个。最后结束的，叽叽叽就是那个不够让大家更明显的是回忆，或者是音乐要不要改一下？我觉得是音乐，也然后有点太突然了，也对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很快的啊。完蛋了，我想听的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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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明天讲。你看一下哇、Go Go Brother， 有请我们的第二号选手 Nielsen。哇哦，来。叶老师，叶老师今天太帅了。OK， 下一轮啊，哥，咱们看一下王一博布布对 Pop in C 和 MT Pop。哦，精彩精彩！哇，哇，这对现在队长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他俩感觉跳得很整齐啊，我感觉啊，这里，哦，哎，布布，你喜欢布布的风格吗？对，我特别喜欢，就不特别喜欢不，有点很放松，然后很多想法，对，谁不喜欢，对吧？不可能说不帅。Nice。而且我喜欢 MT 八。MT 八 OK。耶。这个柔情一看就是 MT 八排的。哈哈哈！哈，估计这样都很有点跳吧，对吧？你说感觉帕金斯在跳这个 routine 感觉有点晕，有点懵。对，而且我没想到他们俩一起，对，因为他们风格是完全不一样。OK， 假上，哎，西格尼切布，他的代表的那种动作，但是他跳的有点短。哦，真的是没了，真的是，有点短。选我，王一博和布布。你觉得呢 ？Routine。Routine 看的时候，我喜欢 MT Pop 和 Pop Z， 因为我不记得王一博跟布布的 Routine。对，因为对两个都要想嘛 ，Routine 还有 Solo。然后 Solo 的话呢？不不好，但 MT Pop 我能喜欢 MT Pop， 但太短了。太短了。然后 J
这种，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，用时间，安排时间，安排时间很对，如果他收入特别好的人的话，应该再好，然后时间长一点，这样更好一些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杨哥，就是我看两个人或者是很多人跳 popping 或者是跳 routine 啊、起舞啊，我会比较看舞蹈部分。就是你要有那个招啊、想法啊什么的，但是你不能全是那个。明白明白。对对对，明白。虽然我知道这个，因为这个 routine 的时间它很短了。对对对。就是你没办法做到什么都有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如果有一点点，比如说前面他们 popping， 比如不看不看不看，然后再开始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对啊，而且你说的对的是，音乐是比较 dancing 的音乐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不是那种棒棒棒棒，不是那种音乐。如果音乐是不是那个？那你可以是真的，对，你比如说放一个 E-funk 啊，或者是那种，对吧？因为我可能刚才就这么说，可能我因为我是跳 popping 的，对对，就我们觉得每次看我的舞种是巨帅，对对对对，对，看着 popping 是最帅的，看了哦 popping， 对对对，还是 popping 最喜欢最帅，对。但刚刚这个其实说实话，三票对两票就只差一点点，对。OK， 你是怎么看这个 MT 和 popping C 他们两个在一起配？就没想到第一个，因为他们俩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，就这么比如说 popping 系是，完全是 popping 是什么？对，就看得到 popping。对对对。跟 empty pump 呢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，因为我们跳 popping 的里面有两种，一个是完全纯 popping freestyle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一种呢是设计感的那种感觉。设计感，对对对对，有很多小想法。对对对，设计感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加一，我们都会知道二嘛，对吧？所以这种 empty pop 玩的那种 tutting 啊，或者这种想法 finger turn 那种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得到那个设计。所以啊，下一个移动的时候，我们懂啊，这个方块是这么移动完这么转，对对对，这个点是好玩的。所以最近我觉得，大家抖音啊什么呀，这种小画面上玩的时候，对，这个很好玩。所以MT Pop 最近真的火嘛，对吧？这个方面，然后所以就想不到他们俩一起怎么配，对，他们俩一起怎么配？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很难。那你觉得这段 routine 怎么样？这段 routine 我能喜欢，我能喜欢，因为MT Pop 在的话必须要有这样的 routine， 因为它的亮点就是这个方面，然后大家都会，他跳那个已经开始这样动作的时候，大家会期待。OK， 你给我看下一个是啥？一个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聊一下裁判的一些想法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判？这样的话，其实大家去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头绪嘛。对，就是你觉得他们每一个裁判的判罚的标准是什么？特别多，但是大家共通是什么呢？音乐。音乐，对对，就两个都有厉害的舞者是不只是啊音乐跟音乐配的好，不是厉害的舞者配音乐是当然，第二个就是你带我走，他会带你走一个你的他的音乐的世界，所以有的时候裁判判断的时候就起来嘛，起来哦这样的时候呢，已经走了他的世界。对对对，大家的音乐里，这个确实是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泡音舞啊，告诉大家一个点，就是如果大家看不太出来的话，可以戴上耳机，仔细听一下这个音乐，感受一下，再去看他们跳舞。那今天那个很感谢泡音舞啊，然后呢，咱们两个来聊这个 reaction 啊，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其实除了咱们说的几场 battle 之外，那么多的 battle 啊，然后其实内容很多。内容很多，然后希望大家也能慢慢去看啊，可能这些 battle 大家可以看很久，对吧？啊，你如果一直看想学习的话，可能要看好多年，很难得的一次机会了。OK， 那今天 reaction 就到这里了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